第791集，游历启明界。瞧着车窗外平整的大地上，大片大片的黄金作物在原地上舒展而去，像是一块平整的毯子。而另有间插着的机械在进行收割，那些机械同样也是以零食为能源。大工业化的农业产出满足了整个大洲所有的粮食供给之后，才能把占人口总数40%之上的农民从耕种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现金要到了！林冲身旁突然传来了欢喜的叫声，转头瞧见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大多不到20岁，穿着集大洲审美与地球风格于一体的衣饰。地球人看起来可能觉着奇怪，他们的父母大概也瞧着不习惯，但这就是风潮。这一代被称为启明一代，因为他们的父母活在大洲，他们则是诞生在了启明历。烽火硝烟的启明前10年结束之后，他们才刚刚隆生，从牙牙学语到风华正茂，他们的成长史也是启明界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一步跨到初级先到科技工业社会的成长期。他们可能小的时候还玩着拨浪鼓，长大些就瞧见了电灯电话，再长大一些，先到科技大学又建立了。他们是对先到科技文明接受程度最深的一代，而他们的父母可能还是奴隶出身，讲着过去一个人甚至不如一只牛马的故事时，他们都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怎么会有那样的时代呢？瞧着这些年轻人，再想想之前看到的纪录片里和他漫游的历史中那些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眼神麻木、宛如走兽一般存活在上一代的大洲人，林冲真是挺为这地球文明而感到骄傲的。我们向他界传递的是光明和希望。这辆零食大巴车的目标是燕京，或者称其为燕京中心城。像这样的城市在启明界还有60个。60个中心城遍布之前的大洲和300个诸侯国的领土。每一个中心城都辐射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方圆。每一座中心城的风格都不同。地球文明各国在建筑风格上努力保持自己的国家本色，这也是一种文明的影响力。所以伦敦中心城、巴黎中心城、纽约中心城各具风格特色。遥遥的就已经看到，在平整道路的尽头是一座接连天宇、充满未来感的工业气息的巨大城市。各种银白色建筑物呈现出的最美妙的弧线，在先到科技和零食能源的加持之下，地球上的建筑师们为各个中心城描绘出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奇迹建筑。林冲曾经漫游过这段时候，但是与亲眼所见又有不同，那种震撼是直击心灵的。哇！年轻人们纷纷叫了起来，他们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到燕京，他们涌到前座位置，或者把头探出了车窗，贪婪地望着这座奇迹般的都市。愿昆仑之高保佑我考得燕京大学。一个年轻人把右手按在了心脏位置，虔诚地祈祷。昆仑至高保佑我。是保佑我们。名额有限呐，说不定只能保佑一个呢。那肯定保佑我呀，我天天给至高最好的贡品。所谓最好的就是吃剩下的那些嘛。哎，提起主宰此界的上界神奇，年轻人们是充满了热爱，但又活泼自信。
这是昆仑仙宗在向此界传递文明源流时特别强调的自尊与自信。神奇是伟大感恩的，但我们自己做的也不差，我与神奇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个体。燕京大学呀，林冲就是想去那儿看看，那是中心城的中心，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时忽的大巴车停了下来，因为前头有个人正在招手示意，所以司机踩了刹车。谢谢呀。一个能够吸引全世界男人目光的女人上了车，她如此美丽，或者说不能够用美丽去形容了，你瞧见她已是看不清她的面容，只觉着她的黑发红唇还有那雪白的皮肤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三原色，而这三种颜色仿佛就是一个漩涡，正在舒展你的欲望，吞噬你的心灵。而且它还是赤着脚的，十根白嫩的脚趾染着朱扣色，像是十颗鲜嫩多汁的樱桃。它上车了之后，带着全车人的目光直往坐在最后的林冲走了过去，而全车目光随之转动后，忽然发现原本独坐在最后的大叔身边却忽然多出了另一个人。多出的这人的气质像是出鞘的剑一样的锋利。砍他！林冲对着林豪横说，林豪横并指一戳，这女人的脑袋顿时离开了脖颈，鲜血喷到了车顶上。十分钟后，凶案现场，林豪横在接受昆仑警察的质询。第792集，打劫邀约一。周围是一群准备到燕京大学求学的年轻启民界居民，围着凶案现场指指点点。还好这启明界第一个30年的发展规划里不包括互联网，不然此刻这照片肯定被抛到网上去了。林冲则是蹲在尸体边上啧啧称奇，你这死的还真像啊，极爱天主。那女人的模样林冲是一眼就给认出来了，分明就是当日的极爱天主，也不说换身衣服，是怕林冲认不出吗？你怎么悄无声息地入启明界的？这一届的历史中找不到你的影子呀。林冲最纳闷的就是这点，天主入界一点历史波澜都没有，极爱这是怎么来的？而且这死的真像这喷的这么多血。那位市民，请你远离尸体。一个昆仑警过来要把林冲带走。我和他是一伙的。林冲指指林豪横。林豪横正在那儿撇着嘴儿，一脸的不屑。作为凶手，他态度十分蛮横。一个小时后，燕京中央城警察局，林冲和林豪横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视作重案要犯。启明界的民法、刑法以及执法结构都搬照了地球上的机制。当然，由于仙道科技社会的特殊性，做了相应的调整。比如，占卜结果能够成为定罪证据，某些玄功道法能够召唤出的鬼魂也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法院证人席。由于300昆仑天仙的存在，启明界恶性案件极少。被月落天收入下界之后，有造福之月遍查虚空，就更加杜绝了犯罪事件。林冲和林豪横这遭算是少有的恶劣行径了。外面的警察们都是仙道修士，正在交头接耳。目前启明界修道士平均等级在元婴左右，就是在林豪横看来如同一群小娃娃似的级别，若非是不愿意欺凌弱小，林豪横一口气儿都能把他们吹到天上去。
他们说尸体不见了。林豪横瞅着外面那些警察，告诉林冲：不见了。林冲并不觉着诧异，极爱这个天主，如果能够老老实实的一直装死下去，那才古怪呢。由于尸体不见了，另外还有人做保，林冲和林豪横很快被释放。天明同志，请注意社会影响。做保的燕大校长，也就是第十七开拓小队的队长，在燕京中心城有着极高的地位。那时有点激动。林冲说。瞧见极爱天主出现在了启明界，他难免激动。704催你快点回月落天。十七队队长说。极爱天主的出现让他们很担忧您的安全。启明界已经是月落天的下界，该担心的该是极爱才对。他孤身入界，如果被我逮到，哼。林冲露出了个冷笑。反正这林冲是暂时不打算回月落天。开玩笑，如果自己在下界被一个入界的他界天主给吓跑了，这脸还要不要了？该跑的不应该是他吗？林冲和林豪横在警察局的门口的奶茶店里喝着奶茶，瞧着店员小妹儿用妙水法生水，玄冰法制冰，再加入一颗蓝晶晶的砂糖果，最后再用指头点着玻璃杯壁，内中水、冰与砂糖果登时就急速旋转起来，端到林冲和林豪横面前时还带着星云样漂浮的漩涡。林冲用从十七队队长处化缘来的信用卡付了账。哎，我说这味道不错呀。林豪横喝了一口这个名叫沙海星星乐的奶茶，不禁赞叹，同时又评价：这启明界可比神州界好玩太多了。林冲瞧着外面灯火辉煌的燕京中心城，以灵石为能源的车辆在不同高度漂浮穿行，有昆仑交警维持秩序。这座城市的人口要超过朝歌，达到200万之巨，并且还在急速的发展期。预计第三个30年计划之后，这将是一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还是一张白纸好作画呀，平地启程比改造原本旧都要容易太多了。神州界有24仙宗，有大明王朝，打破旧有格局比较困难。奶茶店的玻璃外忽地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妙曼身影，十根脚趾如同鲜嫩的草莓。又来。林豪横眼睛一亮。等等。林冲则是按住了林豪横要拔剑的手。再杀一次也不过就是再让他复活一次。问清楚再杀。问清楚了还是要杀呀。极爱天主施施然进来了。他坐在林冲的身边。现在是三个人并排坐着望着窗外。你们这也太残忍了。我一直想问。林冲皱眉瞧着极爱天主。极爱天主应了声。你是没钱买鞋吗？林冲盯着极爱天主的脚丫子。另外也不换身衣服，是怕我认不出来你吗？隔壁的 SKP 百货店，林冲和林豪横坐在一个品牌时装店内的凳子上，百无聊赖地等着极爱天主在那试衣服。这家店的名字叫例外，属于原本地球上后起的东方时装品牌，如今这开到了启明界来，在地球那边。第793集，打劫邀约二。你把屠刀收起来。林冲对林豪横说。林豪横正拿着一把小小的屠刀在那儿修指甲，
听林冲这么说，他冷哼了一声，色令智昏。我这是策略好吧？林冲反驳，一套衣服一双鞋，换一条诸天级的消息，不值吗？这时换衣间的帘子一挑，换了一身白色裙装的极爱天主出现在二人面前，与之前的艳光四射不同，这一刻的极爱仿佛是菩萨降临，充满了神圣又纯洁的诱惑感。好看吗？真是喜欢你们这的服装风格。极爱转了个圈，他将近一米七五的身高，穿上高跟鞋比林冲还要高一个头，但是身材比例极好，丝毫不显高大，只觉着是异常的婀娜。好看好看。林冲招手叫来了店员，买单，把之前试过的全部都打包起来。是，先生。那店员显然是极少见到这阔气的客人了，眼睛乐得都眯了起来，拿着十七小队队长的信用卡就刷了个精光。你是天主，得讲信用，所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启明界？历史中怎么找不到你的影子呀？还有，你究竟来干嘛？林冲问吉爱。我们一起去打劫吧。吉爱忽然说。吉爱天主邀请你跟他一起去打劫他界根果？704表示诧异。不周天理，例行会议上，林冲抛出了个议题，让与会的各方代表都是愣了一下。林冲肯定地点头，对，目前得到两条消息，一是极爱天主之所以能够无声无息地潜入启明界，与摩罗诸天唯一根骨的特性有关，那是一种或者可以称之为隐秘的根骨之力吧。摩罗天主拥有在任何世界历史中隐秘穿行的能力，代价是要暂时放弃自身的威能。第二是在考察了启明界的发展速度之后，极爱天主邀请我们一同去打劫其他诸天的根骨。作为无上天魔的女儿之一，极爱称她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他界通天岛文，也就是他界坐标。她希望借助昆仑仙快速掌握一界的能力，得到根骨，可与我们平分。林冲说完，大家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是嗡嗡的议论。这很重要，无论是敌是友，这是地球文明第一次接触到其他诸天，但其中还是有着很多问题需要去深究的。这是极爱天主个人的想法，还是摩罗天的决定？有人提问，这意味着是两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吗？是极爱天主个人的想法。林冲说，尘世与根果对任何一个天主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宝物，摩罗天内也有竞争，极爱想要打败他另外两个姐妹。极爱、月比、释义，无上天魔的三个公主，亦是三位天魔天主。如果极爱能出现在启明界，那启明界还安全吗？有人提问。我记得之前天兵同志提过，被纳为下界之后，已经可以将启明界隐藏在昆仑历史中。没错，上界下界都是一宗的根本之地，同在昆仑史内。极爱应该是在启明界的历史中埋了手段，再加上天魔的隐秘之力，仍然能够来往于启明界。至于是否安全，林冲思考了一下，从内部破坏应该不可能，我会有所察觉，但是如果是外来攻击，有这种可能，但是不知道如何表现。尘世是天主的武器吗？如果想要从外界打击一个尘世，天主会用什么手段呢？如何保证合作时你的安全问题呢？这个问题比较关键。如果极爱同意其他天主合作，设下阴谋陷阱，想要获取我们的唯一根果呢？那我也只是损失一个化身而已，
林冲说。实际上，天主入界，瞬间了解此界历史，那就意味着，除非像是林冲上次坑杀四个天主印记一样，去除念头，伪作历史，才能坑到一位天主级的存在。否则，天主一刹那就知道陷阱在何处，而凭着这一个刹那，想要坑杀天主，近乎是不可能的。就算真给坑到了，也只是损失了一个化身而已。再傻的天主也不会傻到真身入他界呀。林冲这具化身又不携带任何的昆仑道统，若说损失，损失的唯一根果就是他身上的辐射之力，这个倒是比较珍贵的，因为其实这是核弹的一部分，涉及到工业门类很多，如果被天魔掌握，那么核弹、氢弹该是对天魔的杀伤力就没那么大了。另外，如果借这个机会了解到想要炼化地球文明的诸天究竟是哪个，甚至能够提前到那个诸天的诸界中去走上一圈。林冲看着大家，被林冲这么一提醒，顿时。第794集，永恒战场。若说诸天之中与地球文明堪为死敌的，就是这个想要炼化地球文明的某诸天了。少说了百余年，多说了几百年，地球文明与其是必有殊死一战。但此刻连对手是谁，大家都搞不清楚。若是能够了解其一二，做到知己知彼，怕是一个不亚于得到一介尘世的收获。能做到吗？立刻有人提问。如果能做到，值得付出代价，甚至是损失一个天主化身，泄露一些唯一根果。得想办法。林冲说，想从一个天主口中挖出情报很有难度，但我认为值得尝试。具体合作方式是什么？有人问到了实质问题。极爱会提供一个万界战场的永恒祷文，邀请我入界去，去和他的本尊谈谈，听他的意思是这万界战场是个值得信任之地，天主去了也无妨，我怕漏怯，也没多问。林冲说，什么地方能够让天主安心入界呢？难道是不属于任何诸天的历史碎片？有人猜测。所谓历史碎片，也是尘世的别称，但这世上的尘世都是有主的呀，难道真有无主的尘世？月落天里，林冲在书写着月落天局四字的小二楼里，一层装载着万界通道的房间里原本是四个，现在多出了一个，上面写着四个字，永恒战场。房间内的万界通道呈现出了一种破碎的状态，像是被打碎的玻璃碎片又重新拼回了一起，并且每个碎片映照的景致都不同，就呈现出了一种万花筒样的破碎感。这能进吗？无限文和浮雕。这条万界通道颠簸的厉害，林冲只觉着自己仿佛是被投入了洗衣机的甩干桶，一具金仙一窍都快被晃吐了。如果是普通天仙入这条通道，怕是都能被晃得魂飞魄散，身死道消。仿佛过了天长地久那么长的时间，林冲是终于脚踏了实地，或者说站在了一处稍微完整的土地上。他左右一望，这是在一个山谷之内，半空中高高的挂着轮月亮。那月亮的造型稍有些离奇，就像是缺了大半个，不是阴晴圆缺的那种缺，而是仿佛被龟仙人用气功波轰掉了一半的那种缺损。林冲解开了脚上的念头补丁，脚底下冒出了青蓝色的微光，借着这辐射之力，他飞了起来。现在这具金仙一窍，内中满满的都是核弹辐射。
原本以上次借着驱走极爱的机会能把这辐射发散干净，但后来内中竟然又生成了，也许是被彻底污染了。浮上了半空，林冲瞧见了一幕壮观又诡异的世界画面。这是一片蛮荒大地，地面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文明遗迹，有巨大但是残存的宫殿，有锈迹斑斑但巨大无比的兵器，有宛如宇宙飞船那样的车架，还有一群宛如凝固在时间中的兵马俑。这不是兵马俑，林冲近处就是一大片兵马俑的遗迹。这些石雕是栩栩如生，数量有几百个那么多，穿甲戴胄，虽是人形，但他们个个都长着奇异的第三只眼，表情中带着警惕。有人正在呼喊，有人正挥臂驱使大家向前，而他们瞄准的方位，林冲瞧着那方向看了眼，正是他出现在此界时方才落处的山坳。不，那也不是个山坳，离得远了才看清楚，那是个百米高的巨人，袒露着胸怀，肌肉虬结，面目狰狞，好像远古洪荒中诞生的大巫一族。这就是亘古永存的战争遗迹吗？林冲把手触在一个兵马俑的身上，记忆中电闪而过的当时的战斗画面。第795集，天主以法。一个披队的三眼族施展玄奇阵法，要与对面的大巫死斗。三眼族目中凝聚的神光可破生死解轮回，让被击中者陷于无间地狱中永世坠落。但他们所面对的大巫却是金仙等级，身具洪荒之威能。双方正在大战，天空中忽地有一只奇形大鸟掠过，那大鸟是形如秃鹫，双翅一张足有数十丈，并且其白色双翅上长的都是灰色大眼，每只眼里一望到活物就生了瞳孔，被其望见之生灵尽皆石化，金仙也不例外。这只奇形大鸟将地面战场上的敌对双方尽皆石化之后，它得意地长鸣一声，展翅欲上九霄。忽的这天外降下了一根白银长戟，那戟尖之巨大如同一座山峰，一戟就将大鸟贯穿。大鸟是嘶声尖笑，却只是绝命的哀嚎。持戟之人身披金甲，状似天神，身高万丈有余，齐天蔽日，但是面容紧张地瞧着青羽之上。但见这天羽之外赫然有一个巨型陨石正在坠落砸来，那陨石是巨大无比，那也不是个陨石，细瞧其内中再有百亿的生灵，宛如是谁把一颗星球整个掷了过来。在那个星球之后，却是一个比星球还要宏大的身影。那身影是捉星拿月，以一个尘世为武器，掷向了自己的对手。那是个至高天主。林冲从历史中窥见了这天主，只觉着是烈日荧幕，眼中金灿至极，仿佛望见了一轮大日。大日之主？林冲的耳中响起了一个轰鸣的声音，其后则是一篇功法经文喃喃响起。大日根本经？林冲忙是将这经文记下，这是一篇直指大罗之境的修炼之法，遗存在永恒战场里。等记下了这篇大日根本经，林冲忙从历史中退了出来，然后就觉着是双目欲盲，眼中一热，竟是流出血来了。如果不是身具三流作家这个至高属性，林冲进不了他界历史。
如果不是这化身乃是个金仙一窍，林冲也无法目睹大日天主的姿容，因而得着这篇大日根本经。为了偷看这篇遗留在历史中的功法，林冲接下来好久眼前都是一片恢宏至极的明亮，根本瞧不清周遭，耳中则是轰隆隆地响了同样之久，所见所闻皆是要将他度化到大日之主的门下。不过林冲毕竟也是个至高，也不在大日天界的历史中，冲是忍了过来。等到了眼下所见，重新回到了那残缺圆月之下，数百兵马俑之前，林冲的心中除了震撼还有恍然。怪不得此地叫做永恒战场，至少有一位至高天主，一位天主，数个大罗，无数金仙，不被他人知晓，能够称之为唯一根本法的道法道统，怕是没几个了。除非是不被应用于战斗中的，比如极爱天主所言的隐秘威能。这时林冲忽地感觉到了极爱的存在，此际的永恒战场里多出了个活物，对方也察觉到了林冲之所在。林冲只听到身旁传来了一个熟悉的笑声，接着身着黑纱光着脚的极爱天主宛如月光中降下那样出现在了林冲的面前来。注意到林冲看着自己的脚，极爱抿嘴一笑，你的根本界里衣饰虽好，但质地不佳，上不得台面呢。总觉着这极爱话里有深意啊。林冲想了想也想不通，索性就算了。不说废话了，你叫我来是要给我看什么？林冲问极爱。便是此物。极爱伸出了手掌，就见他的掌中有个魔方样的东西，仔细看去却还不是魔方，而是一个个游离的尘世之景，每一个小方块都能窥见其中的无穷生灵根果大道。第796集，以一界做抵押。一，这全部都是通天岛文呢。林冲不禁一惊，这么多的通天岛文，这么多的尘世，这是女大款呢、啊、这是。听吉爱说他手中掌握了很多的通天岛文，却没想到是这么多。没错，全部都是尘世，怎样，我这本钱还算丰足吧。吉爱又把那魔方收了回去。林冲盯着其中的某个尘世，异界强后的本尊正要写上几笔，夺回一两个尘世坐标过来，可惜吉爱如此警觉，甚至不让他多看上一眼。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通天岛文？林冲恋恋不舍地望着吉爱空白的手掌。天魔之主隐秘行走在他界历史中，他界历史中一旦生出分支，都是天魔第一个知晓，只不过天魔本尊一旦入界，便会引得地动山摇，甚至天主相互攻伐，把珍贵的尘世化作永恒战场，谁都讨不了好，甚是可惜啊。极爱叹了口气。所以林冲再问，所以正好借昆仑之主的我瞧着昆仑仙们开拓星界之力非常了得，不知是何种根本。极爱忽地问，何种根本？林冲脑子里根本这俩字盘旋了一下，忽地明白了，所谓根本就是一个唯一根果，一个诸天不会被他界效仿又或者夺走的根本之力。道统可以被剥夺，天主可以被灭亡，但根本之力永存。
就像是那个险些成就诸天却被毁灭的唯一根果那样。两位天主留下了破碎之力，又化成破碎神通，至今仍然流传在各个尘世之中，不见消亡。而地球文明的根本，我的根本是天眼。林冲答道。随着林冲与吉爱的一问一答，异界墙内林冲只觉着是灵感沸腾，有种直欲下笔的冲动，但还差一丢丢，仍不成熟。而这种冲动往往伴随着一个天机的诞生。林冲就有种直觉，这次诞生的将是昆仑仙宗意识形态这一道统中终极之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不，还不成熟，需要更多的尘世加入地球文明的大家庭里，才能催生出这天机的成熟。而这个天机之主则应是谁呢？林冲本尊的思考让永恒战场里与极爱对话的金仙一窍愣神了一会儿。我许你一个喂。极爱正说着话，忽见林冲在发着呆，他叫了声。哦，抱歉。林冲回过神来。你说什么？我说啊，我许你一个通天祷文，你也需要压一物在我处，等到了攻略他界成功，平分根果时再换回来。吉爱说。你这就有点不相信我的诚意了。林冲皱眉说。吉爱一笑也没说话，倒是林冲觉着这话无聊得紧，谁又相信谁呢？现在两人恨不能掐死对方，林冲想得到对方的坐标，吉爱肯定惦记着林冲的唯一根果。再说我身无长物，哪有什么可质押的？林冲换了种说法。没关系呀，我已经替你选好了。吉爱笑着说。你选了什么？林冲不明白。吉爱又一伸手亮出了掌中的一个水晶球。林冲怀疑他就是披了条黑纱，浑身上下是空空如也，这些个玩意儿都是从哪儿拿出来的？哎，当然人家是正牌天主，威能无穷，肯定是有方法，这纯粹是瞎想。定睛瞧那水晶球，就见其中翻腾着血海狂澜，血海中又有着无穷大大小小的天魔随之生灭。这玩意儿看着眼熟啊，正是当年无上天魔入侵神州界时所化的一方血海尘世，又被林冲一记一吨清淡炸走，大概就是天魔统一之势的血海尘世吧。一旦某个尘世被天魔攻略，就会变成这个德行，怪不得用了几万年才能弄到一个尘世，这手段也太暴力太糙了。这是林冲不明白，把这血海尘世给他看是做什么？你再仔细瞧瞧。吉爱又说。林冲再瞧，就见那血海水晶球中，那漫天血海里又映着一轮明月，那不是月亮，而是另一颗星球，另外一个尘世的倒影，与血海极近，所以模样倒映在这血海之中。是这个倒影吗？林冲仔细瞧着这个倒影，越瞧越是眼熟，就跟瞧着一个超高清的影像似的，往内仔细分辨，连那倒影尘世中的天穹大地都瞧得清楚。这水晶球质量好得很，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技术。林冲再向下分辨，看见了数座齐天的仙道之城，其中有着一座呈银白色，无数奇迹建筑林立其中，
另有生性活跃的生灵之气在内中沸腾，分明就是一个处于盛世开端的臣。第797集，以一界做抵押二。那血海界与这个世界正在接近中，血海中的天魔们想要去征服这个世界。启明界，林冲抬头瞧着吉艾，你往我的启明界治了一个血海？林冲语气平静，但心中惊骇又愤怒。这正是704与对策小组担忧的结果之一。既然吉艾已经入了启明界，怕是已经得知了启明界的所在。虽然结成通天岛纹的企图被林冲挫败，但是难道不能从外界攻击启明界吗？那一界我早已发现，只是觉得潜力太小，不想去征讨而已，怎么就是你的了？吉艾的眼中带着讥讽。疏忽30载竟然变了个模样，昆仑天眼之力果然惊世绝伦，想要赎得那界你得跟我交换才行。交换什么？林冲皱眉问，心里却琢磨着，已把这启明界引入了昆仑史，却仍然能够被吉艾定位瞄准，果然是天魔在启明界历史中埋了钉子，必须得想办法清除才可以。永恒战场里，哎呦，错了错了，别生气嘛，不是交换就是个担保。吉艾忽的又是一笑，还有尘世30载两界才能相交，若是你在这期间能还我一个完整根果，我就将血海偏离轨道，并把自己在启明界的历史遗迹全部消除。林冲盯着吉艾，他心里掠过了多个想法，却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但是忽有念头掠过脑海，他也是一笑，只要个尘世根果就行了。如果我能给你个下界甚至是上界的根果呢？啊，不，上界的根果已经不是根果，可以称之为天意了。吉艾瞧着林冲，像是瞧着一个胡吹大气的小男孩。太古至今，天界24，下界3000，尘世3000亿，每个下界都被千百重的隐藏与保护，像是启明界这般才刚刚成就，未来得及清理历史的万中无一，你如何攻略与讨伐？只要你能找到，我就能给你攻略到。林冲说，天魔号称隐秘行走24界历史，难道连一个下界都找不到？我还真能找得到，可我信不过你呢。吉艾是挥手一抛，将一个通天岛纹扔了过来。30载内与我合力拿下这个尘世根果，再谈其他吧。真要与吉艾合作，他不守信怎么办？守信的天魔还是天魔吗？704对策小组开拓团 AWIC， 没有人对这次合作抱有什么信任之感，没有人会信任吉艾天主，或者说不建立同等条件的互相威慑之前，什么谈判都是白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拿不到。但是不去又不行，至少林冲有能力保护启明界之前要尽量的拖延吉艾。一番紧急讨论之后，即使吉艾设下这种威胁手段，反倒是证明了他所图的的确暂时不是天兵同志的化身。我们不单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的话，那么吉艾的所谋可能更大，所以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反过来做出一些让吉艾预料之外的选择。比如，可结果是林冲可选择一个天机，以及带300个昆仑天仙入界跟吉艾做过一场。
启明界，燕京中央城，仙道大学里的一个湖畔。林冲仰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把玩着手中的魔方。这是属于天魔的神文，凝成的一条万界通道。与无根文写成的万界通道不同，天魔的魔方是可以在任何一界所展开的。这也许就是天魔能够通行万界无阻的秘密。带我去。一个声音在林冲的耳边响起，是序列天平的声音。带你去。林冲有些诡异，造父能够掌控虚空是最好的选择，但造父离不开神州界，毕竟神州的虚无里还有个守炉人呢，只能放弃。其次是十二天官，但十二天官也在镇守神州界，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最好不要动他们。那就只能选择林豪横了。但没想到序列天平毛遂自荐了。这是我升级的机会，带我去。好，对了，你还能升级的，你觉得时机到了也好。林冲想了想，觉着也可以。带上林豪横是个打手，带上这序列天平呢，则是个耳目，两者各具战略优势，也没有优劣之分。不过这时间还有，说不定还有着变化，也不急。林冲的金仙一窍继续在启明界里闲逛。燕京中央城、伦敦中央城、巴黎中央城，60个中央城，林冲打算好好逛上一逛。他的兴趣爱好中最为浓烈的那个，就是在热闹的城市中瞧着世界的繁华，人潮的变化，却都与自己无关。现在尽可以大大的。第798集，一颗石子。这天他正躺在巴黎中央城的长椅上，嗅着昨晚雨夜的湿润，瞧着眼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的青鸟自天边飞来，在空气中变化出五颜六色的霞光。哇，好漂亮啊。林冲喃喃自语。一枚各中央城通用的硬币落在林冲的面前来。林冲低头瞧瞧那硬币，抬头看看那个把硬币扔给他的小女孩，正想解释自己不是流浪汉，却有只纤纤素手抚上了小女孩的头，说着：乖哦，这大叔可不是个流浪汉，他是你们的神呢。极爱天主今天穿着上次林冲给他买的白色裙装和金色高跟鞋，手里还拿着个包，像是个贵族似的，坐在林冲的身边，坐在了长椅上。如果我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善良的民众，我也会愿意在这里每天流连忘返的。极爱感慨，他问林冲：可现在已经三月了，你想拖到什么时候？你能在启明界历史中来去自由，肯定有个凭借物，应该是一段此界居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传闻，是什么呢？林冲反问极爱：即便是来去自如，我这个念头化身又只是个弱女子，没有任何特殊能力，你又怕什么？极爱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小女孩见她漂亮，就冲她笑。的确，此刻的极爱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别说是金仙大罗了，任何一个修炼的仙道者都能够杀上她800回，不然也不必约林冲去永恒战场见面了，交易通天岛文。但是极爱虽然变，林冲叫了声，他再张开手掌，掌中出现了一块石头。那石头普普通通，真就是一块石头。极爱瞧着那石头，却是瞳孔一缩。
方才眼前这昆仑之主祭了什么神通法术，怎么让吉爱觉着这启明界历史都为之改变了。小女孩是哇的一声拍手称奇，而这时她的母亲跑了过来，把她给拉走了。好了，不等了，三天之内我和300昆仑仙会出现在你所给的城市里。林冲站了起来。我在那个城市等你。吉爱是满意的一笑，身形淡化在了空气里，消失了。而林冲则是把玩着手中的石子，同样是露出了个微笑。月球，这是个可以望到地球全貌的空间站。从地球到月球，再到水星，近千个空间站次序布置，天门装置将这些空间站彼此连接，变成了一条绵延将近1亿公里的加速轨道。这是一条极其壮观的长轨，它仿佛是一条巨龙盘旋在太阳系内。刚才它第一次正式启动，向着另外一个幻想世界发射了一枚石子，一块由林曼亲自挑选的沪上黄浦江畔的石子。吉爱给的尘世坐标望之好像是一团迷雾，雾气找找的。林冲称其为迷雾世界。此次进入迷雾世界的第一批昆仑天仙有将近100人，还是5人一队，分为了20队。由于此次林冲亲自入界，所以通讯的问题便被解决了。林冲本尊与化身之间沟通无阻，704与开拓小队间也将是沟通无阻，这是个巨大的优势。地球人的集体智慧将在这一次攻略中展现。圣神，万事小心。无限的声音犹在耳畔，林冲已经手持序列天平进了万界通道。又是例行的天旋地转，其实通过万界通道如何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如何。阴影界的黑白两色，死气沉沉，启明界的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万界战场则是个犹如无穷个尸体拼接，到处都是腐烂的味道。眼前这个则有种水汪汪的清凉感。第799集，迷雾之界。落足在这个世界之后，就瞧见一铺倾盆大雨，这雨把世界吓得都冒了烟了，到处都是水花。这是未来水世界吗？林冲在此界历史中去探查了一番，发现此界名为鳌界。什么鳌界？明明就是个鱼缸。林冲吐槽，因为此界历史从远古时开始分叉，乃是四海覆灭大陆，水生生物统治陆地的一个历史。各种的鱼虾河蟹相互争霸，修炼飞升，乃是越过龙门至于上界之所在，却是一个便是游龙的诸天，名字暂且叫做降龙天吧。降龙天是24仙宗中四海宗的主宰天界吧。正探查着此界历史，林冲却忽地感觉身边多了个人。转头一看，就瞧见执着一柄红色油纸伞的吉爱，正微蹙着眉毛站在那儿。真是讨厌这个湿淋淋的城市，龙王那老头却最爱搞这一套。说吧，吉爱忽地将手中的红色油纸伞往空中一抛，就见那红伞变得撑天之大，将所有的雨滴都冲的是反卷到了天上，继而继续是变大再变大。可琼林冲势力之极限已将此界完全笼罩住。林冲这时再进历史，却发现此界已是进入了一片空白之中。
这空白持续之时长足有30年。极爱的这件宝贝能够遮蔽一介历史，了不得呀。林冲也是一挥手，将序列天平置于半空，序列天平瞬间化为了无穷灵光，遍洒此界，为这个鳌界镀上了一层天机法则。此界灵机在此刻已可转换为灵石了。哇，好宝贝啊，好宝贝。林冲和吉爱互相称赞了一句。商业互吹之后，林冲通过序列天平知道此界确实没有埋伏，就通知了本尊，可以让昆仑天仙们入界了。而吉爱这边也是带着两个大天魔，便是林冲所见过的巨树天魔和大黑天尊，这两位金仙等级的魔尊。你就带他们两个？林冲对吉爱说。在林冲这边的万界通道里，已经陆续有100昆仑天仙进场。两个就足够了，他们只擅长功法，若是多带几个，非把此界拆了不可。但区区30载，可拆不完一界，也得不着根果。不小心引到龙王那几个儿子过来，又是一场恶战，那就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了。吉爱说。禀天主，属下已发现此界剑墓之所在，方才天主施展玄法断绝鳌界历史，真是天地异变，已有此界水族欲上天庭求救。巨树天魔用千峰过树梢的宏大声音报告着。这鳌界原本是天降大雨连绵，尘世之间是一刻都不带放晴的。在吉爱用了这宝贝之后，大雨骤停，万年未见的晴空白日显露于青天之中。这对于习惯生活在此界雨中的生灵来说，可不是天地异变吗？林冲已通过序列天平听到了万千个或惊讶或恐惧或祈祷求救之声，更有已达此界巅峰的九阶水族正向着神木而去，欲通过神木把这个异变上报龙族天界。这要是不阻止，别说是30年，3年的空隙都不会有吧。行了，你去办事吧。吉爱听了巨树天魔的禀报，略一点头。于是百米之距的巨树天魔浑身是枝叶一颤，就震破虚空，慢慢消失在了林冲和吉爱的面前。由于是片陌生的虚空，所以破界而去时有些艰难。不过巨树天魔本尊乃是金仙，此事又只是九阶为尊的普通尘世，所以虚空大海倒卷也不过损伤他几片枝叶而已。等到其再破空而出，已经是到了一柱通天巨藤的附近了。那通天巨藤呈青绿色，有千人环抱之粗，生根于最深的虫海之内，向上攀岩而去，直入云端，宛如一条昂扬之巨龙。而巨树天魔方一出现，就合身融入了这根神木之中。就见巨藤之上忽地生出重重叠叠的绿色枝干与树冠，原本是藤蔓，此刻却变为了巨树。轰隆隆的变化之声是遍传天地，与天界的联系却是自此中断。无数水族真仙从此界的各处飞腾而起，以各样玄奇道法奔向神木之所在，瞧见了被巨树天魔感染的入侵神木，登时大惊，开始群起而攻之。不过巨树天魔乃是千万神通归于一体的修炼之法，其皮肉之结实在这金仙里也是一等一的，何况此刻所面对的只是一群小小的九阶真仙呢。反倒是这水族真仙们被巨树天魔的反击
不断的击毁，跟一群被电蚊香击中了的蚊蝇似的。那边的巨树天魔暂时阻断了神木，这边的吉爱也和大黑天尊说：“你也去吧。”是。浑身甲胄，宛如一个百米之巨的黑甲人形的大黑天尊，也是骤然一跃，浮上半空，团团而立，成为了一轮黑日。那黑日遍照之处，所有的水族都只觉是身躯一沉，境界受限。第800集，彝族之名。一，天魔欺我。又有着无数的水族九阶真仙被大黑天尊吸引了注意力，开始往这天空中攻了过去。好了，看你的了。吉爱瞧了眼林冲，林冲这边也是接到了第一批真仙小队的汇报，关于鳌界的人族处境有了些许的了解。不周山704对策小组联合会议，目前看来，迷雾界的主要矛盾是人族和水族的矛盾。自20000年前降龙天主将此界夺到手后，水族大肆侵占人族领地，目前人族的修炼者极少，领地也近乎没有，被水族当作牲畜一样圈养，很悲惨。抓住主要矛盾，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攻略迷雾界的关键。我们时间不多，要抓紧时间进行社会调研。对迷雾界的社会调研进行了差不多3年时间。此界历史被遮蔽，降龙天主无法降临。同样，林冲也没法通过遨游历史的方式去通读此界之史。但是知晓人心的本事却还在。他陪着开拓小队在迷雾界四下的游历，以读心的方式试图找出此界改革的驱动力。毫无疑问，昆仑仙宗的立场是在人族这里。找到人族与水族和谐共存之路，也被认为是攻略到此界根果的关键点。一直到穿越历128年，3年的时间，昆仑仙们在迷雾界的攻略毫无寸进。极爱天主对此表示不理解，却饶有兴致地跟随与观摩。3年之后，昆仑仙组织了一支将近30000人的人族起义军，在洛水之地起事。洛水之畔烽火连野，3年里未降寸雨，洛水之地已经是浮现出了原本的陆地形貌。30000余肤色惨白的此界人族修炼者在此聚集，因为万年的不见阳光，他们的模样与寻常林冲所见的人类已是大有不同，甚至有人进化出了鳃。但他们始终记得自己的祖先是人族，偷偷地传承着人族道法的同时，称呼自己为移民。30000移民构成了此次的起义军主力。起义军从洛水起事，一路攻伐，在水族措不及防之下，连续攻占了数座城池，解放了更多的移民，一时是声势大盛。而因为神木被占，时刻处于警惕的水族修道者，立刻也是派出了大部队人马前来围捕。虽然经过昆仑仙的点化，但移民们的实力还是较弱，在满天盖地的虾兵蟹将的围堵之下，主力部队很快就被冲散，分成了零星小部，一路后退，遁入洛水周遭的山川原野之中。林冲和吉爱混在被击溃的移民队伍里，他们披着黑色的斗篷，遮住自己与移民不同的样貌，陪着几个移民的老弱病残在山野中逃窜。虽是在逃，但胆敢追上他们的水族大多是死无全尸。现在这支溃逃小队又被一个水族真仙带领的百人小队给围上了，虾兵蟹将们高声地叫着，用钢叉捅在一个移民的身上。那个移民是个女子，
正在拼命地护着孩子。救他！林冲对吉爱说。吉爱瞥了林冲一眼，他悄悄地凌空一指，那个用钢叉的虾兵登时是浑身爆裂而亡，变成了满地的虾壳。谁？半空中那个正在指挥部队的龟族真仙是骇然四顾。再接下来，他也被吉爱指了一下，砰的一声掉了下来。这周遭水族登时是一阵惊呼。别下死手。林冲拿出了一只一握宝袋，把内中掏出了一把灵石，召唤序列天平。撑一下它。代表序列天平的小童出现在了林冲的面前，他竖起了根手指。身受重伤，只剩下一口气了，一把灵石就够。林冲向着吉爱竖起了根大拇指。序列天平需要撑够九个真仙才能升级，但林冲此刻又没那么多的灵石可用，于是这就拜托吉爱把对方打得只剩下一口气儿，这样就能便宜得多。这吉爱下手也是极有分寸，说剩一口气儿，只剩一口气儿，一百灵石交付。勉强活命的那龟族真仙当时化为了灵机四散，而剩下的虾兵蟹将们见到领队真仙已死，当时是大惊失色，继而是惊骇着四散奔逃，个个纵起玄光往他方飞窜。林冲此刻已经为序列天平挤满了九个真仙了，觉着这件天机宝贝由无形化为有形，却是更有用了，他不禁一喜。林冲站了起来，到那个受了重伤的彝族母亲身旁。多日以来，大家互相陪伴，林冲与这女子已经是相熟了。那女子伤势太重，整个人被虾族的钢叉拦腰截断，但仍然是手捧着自己襁褓中的孩子。见到林冲过来，她勉强地举起了手，把孩子举到了林冲的面前来。林冲叹了口气，半跪下去将襁褓接住。瞧瞧这襁褓中皮肤像是纸一样惨白的孩子。名字。那母亲呢喃了一声。